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欢迎大家关注时尚星秀。我觉得她是一个很乐观的女孩，她很善良，但同时她有她的缺点，就是可以概括为三个字，拎不清。就是她身上有一部分的人的缺点，但是她同样也有美好的部分。很多人却讨厌她，是因为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比如她的无知，她刚进职场上的那种莽撞。但是邱莹莹会慢慢成长的，所以我希望第二季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更多看到她的成长。比如说小雪，大家教了这么多年，然后现在可能是小蚯蚓，我会担心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私底下就是一个傻乎乎的，然后没有脑子永远长不大的女孩。所以我想可能以后的角色接一些偏成熟一些，不想再接一些小女生的感觉了。我可能比较内心其实挺童真的，我跟别人交流大家会觉得我很幼稚，但是我思想又很成熟，所以我也挺奇怪的，说不清自己什么样。网络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如果你太去关注他们说的话，你心情会不好。但是我会看一直支持我的粉丝给我留言的东西，他们对我的一些建议，有时候我还去回复他们，我觉得因为他们是真心对我好。今年暑期会播我的《诛仙青龙志》，然后接着去年拍的《大家风尚》，可能也是今年下半年要播了。那么下半年还会去拍摄《欢乐颂》第二部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。